赵总好，我是九月花的张玉环。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相声叫《好好学习》。好，现在开始。咋了？考试呗。没考好。都是缺德。缺德。对，就拿数学来说吧，这么重要的考试，你爸爸题目出简单一点，他的好竟挑我不会的出。存心和我为难吗？这么大的屏幕都能挂着，多个雅观呢！去你的吧，嫌难看，自己上个认真的点。还有呢，英语考试题填空题一分一个，我明明填对了三个，老师却偏不给我分。不会吧？老师工作都是挺认真的，那三个是什么题目？这你就别问了。说吧，我替你做主。班级、姓名、学号。填对100个也没分。别急，这个不算的话还有呢。还有啥？老师说过吗？写作的时要多用成语，分数才高嘛。对啊，这没错。这次语文考试做文章是要写游记，用了好多成语，可是老师还是把我分全扣光了。啥作文？说来听听。好，你要为我做主啊。周末爸爸妈妈特地带我们去动物园玩。这文章好啊，开头点题，继续。按照惯例，我们早晨喜欢吃地瓜粥，今天因为地瓜卖完了，妈妈只好黔驴技穷的削些芋头来烂鱼充数。没想到那些放在阳台上的芋头很好吃，大家都贪得无厌的自食其果。这哪跟哪呀？还有呢，别急。出门前，我那徐娘扮老婆的妈妈打扮得花枝招展，鬼哭神都倒看不出是个糟糠之妻。头顶羽毛未脱的爸爸也赶紧洗心革面，沐头而冠，换上双管齐下的西装裤，英俊的惨绝人寰，鸡飞狗跳到让人退避三舍。东施效颦爱漂亮的妹子更是化骨为犬的打扮的艳光四射，趾高气扬的穿上新买的高跟鞋。我们一丘之貉坐着素车白马，很快到了动物园。不料参观者说到草木皆兵，害得我们一家骨肉分离。妻离子散的爸爸鞠躬尽瘁的到处广播，终于找到差点认贼作父的我和一人不淑的妹妹。困兽犹斗中，我们螳臂当车，力排众议，推己及人的挤到猴子炸之前，鱼目混珠拍了张强颜欢笑的全家福。得了，别读了，祝你的作文还想得分呢。你也这样说呀？所以哪能让你这样用，上课认真的上吧。我很认真的，上课时我认真到了同桌的一言一行我还记忆犹新。我记得那是数学课时，老师说统计是一门很有用的知识，我们学习统计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？我的同事说没有蛀牙。我还依稀记得那次老师批评值日生不擦黑板，我同事就说谁污染谁治理。上个是听老师的，谁叫你注意你同桌的言行。说了这么多，你的语文成绩是多少？马有失蹄时，人有失手处。少废话，几分？几分？六分差。大声点！六分差两分吗？哎，看来我们学习都有分。来，共同努力，共同进步，做学习的比翼鸟，生活中的连理枝，身无才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哎，这好像还不上。走，学习去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诸事顺利。